你小孩能能行有用吗？真的，不能。也是家校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也很清楚，这个时候呢，是家长和学生最有压力的时候，也是最关键的时候。这次啊，我们班的模拟考成绩已经出来了。这次模拟考呢？对不起，老师，我迟到了。进来吧。 你是谁的家长？王简。王简的家长，快去坐吧。家长会的时间早就通知了，希望下次呢一定要准时。不好意思，麻烦请你不要打扰。 王简家长，请赶快坐下。各位家长，这次模拟考的成绩呢，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班呢是一如既往的稳定。 什么叫稳定呢？就是优秀的依旧是拔尖，而差的不会连年龄都造假了吧？一位数学只考了49分的同学，硬生生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低了好几分，150分的成绩。你可以有，我为什么不能有？你就是用左手考，他也不至于考出这样的分数。 原来他就是那个49分学生的家长。我们学校呢，虽然是公办，没有什么劝退，但是学习呢是自己的，前途也是自己的，希望家长能够引起重视，最后再努力冲刺一把。在这里啊，我依旧要表扬我们班的钟声同学。钟声同学呢，考得非常好。 错误写反面吧。语文平均分是128，数学平均分是199，英语的平均分呢是135。大家都知道啊。耗尽心不如烂纸上谈。 你小孩的能进我们游泳吗？这呢，也是家校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也很清楚，这个时候呢，是家长和学生最有压力的时候，也是最关键的时候。来开家长会呢，就不要玩手机了。身教大于言传。 如果家长自己都管不好自己，怎么可能管教得好孩子呢？